2023年5月1日，今天是劳动节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上班。那所以，我今天原来画一张小图啊，就是风景画哈，风景。那原稿在这边。那这条路我稍微改一下。啊，这山是有点太平了，再改一下。那这边树啊，树前树后面，那这个农作物这边我们就改这样子啊。那所以画了一张草图，大致上是这样的草图啊。那这样的草图我们就依照这个草图后面这边给它。哦，一些小房子啊，给他小房子，所以我们就依照这个方式先定位置啊。凉亭，凉亭在这边。啊，这棵树。这个树呢，这边顶到上面了，我们这边稍微缩小，让这边放大，在上面。那有前景的树跟后面的树。是在这边了，房子给它改过来，在这边。大致上是这样子，这个没有。那接下来先处理天空啊，天空的话就先打一层水，这边先打一层水，干净的水啊，打一下。当然这边我们等一下顺便做了，这边远山跟天空。把屋顶的地方稍微留下，其他的打一层水啊。
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天空。哦，这是第一层的颜色。那第一层的颜色，我们现在就要等待了。那在等的过程，有一些可以先加的部分，比方说比较浓。这个我们说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什么是虚的？比方说空气啊、天空、流水，它是比较虚的。那什么是实的？比方说建筑物，或者是。有些有形体的啊，对比强一点的啊，像树木、石头等等啊，就比较实。虚跟实，你就是要去掌握跟拿捏啊。那这边稍微等它干啊，所以稍微吹一下好了。吹太干。接下来就是这个部分先做，做完再做树。这个梁顶后面再来做，这个屋顶后面再做，然后这个一起起的那个农作物再做，所以我们先从后面再先做。那我们吹半干的时候，后面的颜色。
它就啊不要太鲜艳，它是比较朦胧的啊，所以调点粉色系来做啊，调点粉色系来做它的部分，它比较朦胧啊，所以我们就调大概是这种偏粉色系的这种暗度来做就可以了。颜色稍微变一下，一些阴影啊，顺便做一下。阴影，树的阴影。趁它没干的时候，地方这样差不多，进来树深浅，
点亮一点的，
阴影。这边给他做一条路嘛，这边先打湿再擦啊，先沾湿啊，擦一下。
OK， 这张大致是这样咯。这边有点不妥当啊，这边再修一下。这边刚好是在这边啊，这边再加一支树干啊。